9日，李维嘉发声明回应代言争议，称今年5月了解到合约书中的平面形象大使代言条件发生了变化后，于2021年6月1日与合成会公司签订合作截图协议，并要求该公司停止使用其肖像、拆换、删除宣传物品与信息等，一直在积极协调中。李维嘉呼吁各位加盟商通过合法渠道和手段表达合理诉求。